的好吃点，增加那个奥特曼高就要三米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从来都不卖萌小星星。我们要开始玩这个游戏了吗？是的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、你竟然选了迪迦。没错，我就要选这个。呵呵，妈呀，这不传说的鲁托拉吗？哦Special Zeppelin 的组合啊，我就是鲁托拉。我来选一个关卡。啊哈，就这个了，火山口。鲁托拉吗？鲁托拉Tiga。Fusion up， 鲁托拉吗？Special Zeppelin， 哇哦，简直太帅了，有没有？我天，哇哈哈！要不要一上来就这样，哥哥？晃你一下子。看我的空中型红紫大对决！哎呀妈！哎呀，我还没跳起来呢。虽然我不能变身，看我的！飞天，我飞！咋的，飞不起来呢？我啊，飞不起来算了啊！别把我空中打下来了！嘿嘿，呀！等会儿啊，让我来发个波，窜！我也可以发波吧？你不能发波！我不能发波！我再刷一下！怎么回事？哎哎哎！等会儿等会儿，怎么还能连击的呢？啊！等会儿有点疼了，不过不要紧，不戳，不理你，踢你一脚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转身，再变个身。哦，哎，怎么倒了呢？不能变身了。哦，棒棒棒棒。哟，我可是 Tiga。哎，哇吼，嘿 ，Tiga 嫂，变身吧，快变吧。哟吼，看我的力量金，哇，红红大对决呀！红红大对决，我要中击了。我的佛。等会儿，不能给你看！哇，应该按中了吧？不会这么巧吧？这什么招啊？哦，哇，打起来！我天哪，定住了！哇，嘿嘿，不公平！你发了三招，对，外加光轮。Oh my god！ 别急哦，我来了，撤！哎呀，直接击中裆部，就两个。你这个啥呀？啊，是我发大招。哦。我竟然还扶着了，还搞得我一晃呢，妈呀，我还以为我发错了。哇，好了，我接到了，咱们又回归了正轨，我还是一个大招都没打到，没关系。哎，我天，看来不能离你这么近了。唰唰，我要小肠了。唰要一样。哎呦我天哪，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又要放复合形态。大哥，一下子就复合形态不了。万一按中呢？万一按中呢？哇，看就按中了。是什么？哇，动动波。不，挡住了。挡住了。让我变回复合形态。那就没错，就这样出啊。那就厉害了，这次。哦，呀，嘿 ，Zeppelin Crossing。哎，不是啊，哈哈，放错波了。妈呀，彩色计时器光线。怎么又被挡住了呢？对呀，我就知道会踩着机器光线呀！呀！差！我等会儿毫无还手之力呀！妈呀，还是姜还是老的辣！看我乌特曼！怎么样？这是歇后语啊？不，这是成语吗？几个字？我去，不知道了。这是歇后语。哇，那你小学应该没毕业吧？这是谚语吧？歇后语后面还有一句呢。哈哈，不愧是小学没有毕业的。等会儿，让我站起来。好，我站起来了。来，我去。为啥感觉我的血被打没了呢？我不怕。这啊，完了，被重击了。一个重击，我天！再来一次，来吧 ，Eclipse Cosen。哎呀，没有摁到。是啊。惨了。哈哈，哇，是不是可以反操了？还剩最后23秒。没错。对，我要重击了。别不，不能重击。拖。我要重击了。你重击不了的，让我最后重击一次。哦，哎呦，打偏了吧？啊，我叫你偏了。你我，嘿，哇吼，踢不到我吧？你的躲闪太厉害了。我刚想跳起来躲开的，妈呀！哇，奥特光轮，光轮打到了，被切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一局。既然迪迦打不过你。那我就选鲁托拉蒙塔罗。这么快就选好了，那我要选这个 Cosmos。对应我的是 Mebius， 但是这里面并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来吧，嘿，开始，哈哈，来选个关卡，啊，就这里了，是你的主场啊，发射基地。哇哦，
Little Man Cosmos vs Little Man Talon Bombite 啊，不没有啊，那是个 Mabels。哇呼！噔噔噔！去啊！哇，我是从一个卵里面蹦出来的。呼噜！太神了！我好像不能打呀！看我旋转踢！我要变身。哦，对你只能变身才行。对哟。我就让你变一次吗？哇！变了！变成了日面形态。好！哇哦！死！去啊！哇！看我跳来跳去。真厉害！去啊！哇哦！是不是很骚气？非常的，我跳起来还有音效呢，看我的，出啊！嗨，哎呀妈，嗨，我还没跳起来呢，哎，就被我打下来了。你看，啊、你的眩晕值已经满了，你不知道咋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快就满了？不知道。出啊！我要被重击了。那、嗯、哈，我要扳回一盘了，来吧，看我的。哎呀，没挡到，没挡到。冲啊，飘啊！啊，哇哦！怎么会这样？瞬间残血。来，嗨，给你两个炸弹，哎，没有了。等会儿啊，让我站起来。我站起来了，再来，突啊！呀，不能这样子。哎，话说你好像还能再变身一次。我还能再变身吗？我就不应该说这话。我去，哎呦，我忘了还能变身了。啊，我天，哎，不过你的眩晕值又满了。我怎么还有一个招？我天哪！原来我有两个投技，妈呀！哎，真是巧了哎。说到投技，说投技，哎，我们两个怎么一样放的啊？我们两个不想投。哎呀，你把我怼开了！哇哇！仿佛有什么东西炸掉了。对哦，嘿！哎呀，哇！等会儿我的眩晕值也满了，我也满了。怎么你还在睡呢？我明明挡了呀！看我要用哪个招！我哪知道你要用哪个招？我要挡住！哎，你只能按一个招？怎么只能按一个招？哎、这就神奇了、哦！就没有放出来这一个招。嗯、哎，你的眩晕值也没了。哦，我咋没了呢？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。被你打清醒了？怎么样？哇哦！哇！喂！看我倒踢腿！呀！喂！这个房子咋比我还高了呢？啊？哎，难道现在的房子比较高吗？因为现在的房子盖高了。我记得以前看的时候都是脚底下呀，啊！但是我们要严格按照，踩到我的脚踝。对，妈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不，我明显是要搬回一次的、啊。这可是发射基地。你妈槽！哇！哇，一个勾体，来吧。嗯，雪山好呢。哎怎么没了呢？我的眩晕值。就到我了，哥哥。哈哈，从你下体踢过来了。哎！不，万一挡住了。那我这次啊、哦，你不用选了哈，我根本不用看，我都知道你发的哪张，行不行？来吧，被打住了，我挡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三个竟然就只能放一个，哈、哦，没错，哈哈，缘分呐，就是百分百被挡住了，突然，你好，哈哈，哇，我你猜猜我要放哪一个啊？这个，哇、哦，哎呀，没猜中，来，这啥意思是啊？哇！从嘎吱窝放出来的光线，骚气吧？厉害！被我给骚晕了。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光线。那什么有味道啊？没错，非常的骚气。嗯，我看看这一把选谁好呢？哦，就选他了 ，Little Seven。啊，我就选艾斯。哼！哎呀妈！哟，我们俩头上都有一个角啊。对呀，其实我这是冰斧啊。但是我有个圈圈。呀哈！来，选个关卡，就选这大阪城了。大阪城可厉害了，大阪差点就被淹了。其实我想选他儿子来着，嗯 ，Little Man Zero， 哪儿并没有 Zero 啊？嚯 ，Two， 四，嘿嘿，哈 ，Seven 出现了，出现之前先给你展现一下肌肉，哇，还要展现一下他的标，哎呀妈，有，瞧你这招啊，猴子偷桃啊，看我厉害吧？去啊！看我的冰斧，行、哎，没想到我的头发可以拔起来吧？然后你就变成了个圆头，哇、哎、呀！来，看我抱住你，不要，死，不要，要我命！我想问一下啊，嗯，这样摔下去，我跟你的疼痛感不是一模一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就是自杀性袭击。哦、原来还有这个说法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呀哈，
来吧，看我再抓一次。好、啊，耶、yeah? ！看我的！想抓我是吗？直接把你给弹飞了。撤！看我就不是。那、等会儿有点疼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沉下去型奇迹。哎呀，我沉下去呀、啊！你看哈，哇，很厉害哦。哟，看我扇你巴掌！哎，等会儿。但是就被我打到了。又把我给偷倒了。我可是格斗高手，我要发招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直接把你怼倒！看我的！看是哪个？啊哈！小三角，赛文冰符！三角，看我搓！赛文冰符，哎呀，还挡着了！我告诉你啊，当我这可以发两下的啊！哎，是说好你能发两下呢？哈，然而并不行，咋了？跟官方不一样呢？因为我挡住了呀、啊！我懂了啊！刚才我应该再按一下。你就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多按一下的是不是？嗯。哎，你怎么一直打我？一直打我？我为了再来一次，来，你有人挡我的三角啊？来啊！哇吼！看看能不能来吧？赢了两下没？我切！不听！哇！顶！再发一下呗啊，大哥！不能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在你那儿给我挡炸了。哼，幸亏我还有备用的。以免等会儿成一个光头。哎、呀，还是我儿子机智啊，头上绑两个，这样就不会成光头了。等会儿，我又要死了吗？啊！不能告诉你是哪个。哇！那仿佛暗中了。这么巧！哇哦！奥特冰符，不对，这是光轮。哦！你这么巧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挡住了吧？嘿！我要让我的主题曲响起来。因为要把你打得残血就可以了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？呀，死！啊！仿佛听见主题曲了。啊，还是没有听见。那我就自己来吧。Seven sev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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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ven。你竟然自己来了！我噔噔噔噔，轮到了 Seven。不，我要挡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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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还没来得及放。没有放出来，哈哈，因为前面的技能都太了，我就按圆圈了。我咋的这样呢？啊，有，妈呀，我最后一颗射出来都被你猜中了。哇，就是这么巧，你知道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要是我觉得我的血不够了，哒哒楞哒咚，哒哒哒楞哒咚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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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嚯，哟，十八，哟。那哒哒哩个滴答，我们竟然又打到了最后一刻！不要扣我了，哎，哦，还剩二十三秒了。对呀、啊，鲁特拉，塞文，发大招吧，塞文！哇吼，你根本不知道我要发哪招啊！没猜中，塞文蝙蝠，我切，蝙蝠，撤！呀啊，直接笑死了，就这样被笑死了。嗯，真场愉快的战斗啊！并没有，我差点就赢了。你是赢不了的好吗？像我这种正义的化身。哇，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拜拜。